这除了降落以外呢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最难倒那个驾驶员的？气流。气流方面，因为我们在于起飞前，我们已经检查了我们的气象预报，所以气流方面我们都减到最低。当然，如果是我们的那个 visibility level， 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是少过7个kilometer 的话呢，我们是不起飞。或者是说，如果是吹大风，很大很大风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起飞。或者是说，如果是下雨的话，我们肯定不起飞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呢，如果是遇到大风，我们就会比较感觉到慌，就是比较慌。但是还是 OK。就是说，如果是我们飞行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下雨，其实是可以飞的，只是我们会感觉到不太舒服。